为着提供全民更加多元游服务，中华邮局伫彰化市中央路邮局建伫彰化县内头一座爱邮箱，26号办理启用的仪式，做伙见证甲体验邮局创新的服务。透过电子商务来购物的时候，也可以用密码，用我们的手机来取这个包裹，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彰化县第一家是在彰化市中央路的邮局来设立。那未来会在我们彰化县各个人口稠密的车站或者是公车的车站或者是各个的邮局设立这个智慧的电箱。那我们在透过电子商务来购买物品的时候，我们再取货就会很快哈。那感谢邮局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服务。现在是网购的时代，那么很多年轻的伙伴，很多上班族，那么在白天要收取邮件，确实有它的不方便性，那我们爱邮箱是24小时运作，可以交寄小包包裹，那么收取邮件呢又更方便，更隐秘性。老白老李和成立超过120年，中华邮政顺应社会新需求，建立以客户需求导向的营运新模式，在全国各地邮局、甲火车头等等人聚集的所在，布置 iBox 智慧取件箱，提供客户多元取件、寄件服务。爱邮箱提供24小时自助服务，和顾客收提包裹邮件，也会使对电子证票缴纳邮资了后，寄包裹邮件。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